一起来关心1月20号的天气。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，而明天寒流也会渐渐的带来影响。透过体感温度曲线图带您来看，北部明天最低温会掉到了8度，而礼拜二、礼拜三呢是可能有7度了，最冷。而南台湾也是一样，这波寒流最低的体感温度是可以来到10度的，而且日夜温差大，一定要注意保暖了。另外，雨区预报图一起来看，今天各地的降雨几率是增加了，降雨大多是集中在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。那懒人包为大家提醒一下，周日寒流报道，周一开始有明显的降温，保暖防寒的工作一定要加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